来，接受咱国当处长的奉献哈。啊，我相信这对未来，咱们执政府相互相的救灾啊，一定有相当的帮忙。这员工是功德无量啦吼，咱是用一个掌声给国当处长吴太太表示一下，掌声。国当处长是中国人，吼，有哪位在选举嘛？ 无，包括双姑哈，啊，这个将军大家知影，啊，我海边啊，我海边，啊，相对来讲呢，生活趁食，伫迄个所在相对来讲较困难，但是我当时有十五岁，从北上然后，手拿骨灰手的流浪，吼，安尼挂着骨灰手去台北拍，事业有成啊，吼，事业有成，这实在是。 真无简单，非常非常难能可贵吼，有法度安尼，大囡仔海边啊去台北北上奋斗，啊，都伫事业有成。更加难得的是，当看到故乡灾难，啊，去年风灾造成灾害吼的时阵，啊，伊安尼决定，吼，要为故乡灾难奉献。 啊，寄出消防局上届需要的救灾勘察车，吼、哦，这对台南市来讲，吼、哦，消防局救灾来讲是一段困难。那对台南市市民来讲，这是武汉的温暖，吼、哦，武汉的温暖，吼、哦。啊，拄啊，林会计师啊，简单互我甲问好的时阵，伊甲我讲，旧年看到电视，毋敢，啊，看到伊原来甲我骂的时阵，一惊，甲就是讲，伊甲爱叫我咧就对啦。哦 所以，这款就是故乡的感情。哦，咱俗语咧讲吼，啊，带咱土，接故乡，哦，啊，个故乡的。